大陸各處遊覓，由西安、蘭州走入絲綢之路，再由新疆、西藏走入雲南少數民族，了解真正的國情。客家佬分享大陸刀豬流浪的經歷，見證大陸廿年改變珍貴片段回憶。客家遊蹤，逢星期一晚八點正 ，MIHK TV 旅遊頻道，主持人客家佬十三妹。喂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今日星期一比較特別嘅一日，點解？因為唔知啊。胡椒。我服胡椒。通常我好似其他啲有啲節目咧係假期係唔做噶嘛。嗯。咁今日我哋依然同大家一齊度過呢個復活節最後一日啦，係咪先？呢幾日邊個威靈？排氣咯，日日都排。今日休息啫。你阿邊個就唔喺度啦？成日喺度講做乜嘢啫？哎呀，真係。順口多口問啊啫。我哋都好平淡咁啊，過幾日嘅假期啦。咁開工啊，照開工。係。嚇！咁啊，今晚依然同大家做翻客家遊蹤。係。今日主要就咩啦？台灣咁，我哋都講咗好多集。唔係台灣講咗好多集，而係我哋嗰個台灣團。台灣團咁啊，加加埋埋啊，咁啊，我哋又影咗啲嘢啊，係咪先？咁又介紹啲嘢啊，又講下大家啲感受啊咁樣。咁啊，今個禮拜咧，唔係今晚，就最後今晚啦。咁啊，做埋今晚嘅台灣五天遊嘅特輯之後咧，咁下個禮拜會接翻上次我哋西藏。下個星期我就唔喺度啦。客家佬咧就會請個重量級嘅嘉賓啦。十三妹咧，我都成日都講噶啦，即係你成日喺度。十三妹自從做咗客家遊蹤之後，唔係我突然間有個深有感覺。我旺你啊，十三妹。冇錯，就係、是、因為你做咗客家遊蹤之後，你啊多嘢拍啦，多登台啦，多嘢係啊，全部都係我靠呢個客家佬嘅沾光啊，沾咗客家佬嘅呢個星運啊，所以咧又吸咗佢啲 fans。嗱，不過未言歸正傳之前，咁我想偷幾分鐘講一講咧，因為點解咧？咁呢輪啦，咁啊好多啲朋友 PM 我，咁可能我就去台中翻嚟咧，你話我發負氣又好，你話我因為想同啲團友。啲族友負責咁樣一個交代，於是我話以後兩個節目都唔做。咁當然啦，咁啊心思熟慮，再同啲朋友或者同阿鱷魚啊、同阿啤呢佢哋即係大家互相研究之後咧，咁啊呢個暫時放低呢個念頭啦。但係就基於自己覺得前兩集都講啦，咁成個社會個形勢。個政治形勢又好，個大氣氛都好啦。我真係唔係好想做星期四嘅客家遊蹤啦。咁星期四嘅合主，我合主。咁前個禮拜都喺呢度都比較詳細講我自己嘅心路歷程啦，係咪先？今晚再嘥少少時間，因為有啲朋友好似可能未跟得咁貼，跟唔貼冇問題，但係佢又要問。咁我真係嘥多呢幾分鐘咧，以後都唔再講。我相信你講完今次之後都繼續要講嘅，因為我哋嘅族友咧對我哋嘅現代豪俠傳咧都係非常嘅支持啦，同埋係真係好想睇到你哋幾個麻甩佬唔同性格啊，唔同唔係觀點啊，不斷咁樣去。嗰個豪俠傳暫時咧，基於好多。因素之後，或者我同啲係會再做嘅，我知道。暫時就做多六集，因為姑且不表先啦。因為始終都唔係我一個人可以成個決定啲嘢嘅，係咪先？主要就講翻我哋客家遊蹤。咁啲朋友話：客家佬，咁你會唔會繼續做客家遊蹤啊？我喺呢度同大家講1000%。哇！好彩啫，好彩啫！嗱，頭先先講十三妹做咗識咗客家佬之後，越嚟越好啦。如果你萬一唔做嘅話，觀眾會失望，十三妹都會好失望嘅喎。第一個因素，大家都知我客家佬
後生真係好中意孭住個背囊，周圍好啦。咁今時今日年紀大咧，年紀大嘅人梗係想講多啲想當年啊，吟沉啲啊，當然啦，好聽啲就同大家分享啦，係咪先？嚟緊我依然會同大家分享某啲地方。當然啦，我阿家佬都唔係話特別去過全世界都去過，咁有啲地方我未必去得到，但係。你去過嘅，我哋好多人都未去過。係啦，我去過，就算有啲未去過都好，我都希望利用其他啲朋友去過啊，問下佢哋或者請啲朋友上嚟訪問啦、啊。咁啊，多啲唔同每一個地方嘅原住民又好，每一個地方比較傳統嘅特色都好，都希望可以介紹俾大家族友。冇錯，但係肯定一樣嘢，暫時呢一刻，除非外援唔要我地啦，唔要阿阿膠佬，唔要阿十三妹，覺得呢個政府就煩，同埋另外當然啦，冇啲朋友，冇啲族友，咁啊支持我哋阿膠佬中嘅，甚至乎冇人睇嘅，咁做嚟都嘥 cash 啦，係咪先？如果金主又唔嫌棄我哋，觀眾又唔嫌棄我哋，族友又唔嫌棄我哋。咁啊，點都好啦，我哋會客家遊中會繼續做嘅，好唔好？好，就嘥呢幾分鐘，係啊，冇錯，即係無論點都好，真係再借呢個機會咧，我自己四個大字啊，無言感激啦。無論呢個節目，我都話落前兩個禮拜喺何合轉話，我一唔做咧，啊呢十日八日，真係好多朋友上嚟。上嚟揾我，咁啊當然啦，講咗佢哋唔同嘅意見，希望我可以繼續，就唔好咁灰心又好，諸如此類都好啦，反應都係鼓勵嘅，係咪先？所以無論點都好，四個大字無言感激，好唔好？好，咁啊今晚我哋講翻我哋主題，上個禮拜我哋講乜嘢啊？太魯閣國家公園，冇錯啦，太魯閣其實咧。在整個台灣有很多國家公園的，是不是？譬如野柳的海岸線國家公園，比較好像剛剛打出來的中央山脈，很多台灣有五個大山的國家公園，是其中這個太魯閣國家公園呢，在整個台灣都數一數二，是不是？當然啦，在它的位置上，它橫跨兩個縣一個市，另外它本身一個原住民的傳說，它本身太魯閣族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定居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沿岸。但是我們成日人始終是很多時面對一個問題的嘛，時代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跟它本身原住民也好，當地的四周圍的那個環境保育是互相是對衡啊，還是互相平衡呢？是不是？一定是有一點對立的。正正是這樣，我做了一點手抄，因為我們有去過太魯閣，所以去過啦。太魯閣國家公園它未正式叫做國家公園之前呢，它已經台灣政府 是同一個叫水泥的公司，做個合同，整個太魯閣國家公園啊附近啊都開發，俾嗰間公司水泥公司咧做礦場，做水泥嘅礦物質啊工程，咁如是者一批廿年。前前後後就批了四十年的合同，當然啦，隨著整個國家公園的開發，整個國家公園多了人去關心，喂，你這個台灣政府還應不應該繼續給這家這麼專營的公司 去開發破壞這個大自然呢？是不是？但是他們不是主要是要維修那些路嗎？因為地形關係啊，天氣關係，因為咧，
佢本身水泥咧，咁要啲礦物質啊、啲泥啊、啲礦啲咧，要做原材料啊。佢有大量開發，所以佢開發緊開發大自然嘅天然資源。上個禮拜我同你講啊嘛，如果根據個數據嚟計嘅話咧，佢每年只不過俾有限錢俾嗰個政府，俾税，但係税又好啦，咁啊當交租都好啦，但係每一年嘅個比例，一年八萬幾十萬蚊都唔夠嘅台幣俾政府，但係計個年收入咧。可以幾百億嘅，咁於是啲人關心到呢個問題。嚟緊之前咧，2017本來已經夠期噶啦。咁啊，原本就唔俾續嘅，但係因為唔知咩原因啦，本來之前有其他啲礦啲公司啲公司嘅有幾間，唯獨呢間亞洲水泥咧，依然可以俾佢繼續。佢係咪有啲咩特殊的關係、人際關係咧？大家朋友上網去檢查咧。我最主要關心就話，真係破壞得經過呢40年，成個太魯閣國家公園咧，係好多啲受到個破壞。問題係當地人係佢關心自己嘅經濟，更加個袋有錢，係驚冇嘢做，淨係四周圍嗰個園林嗰個保育去到邊度咧？睇條片先啦，楊哥，播個片睇一睇先。亚宁的董座是徐旭东，他呢在2011年的时候砸下了153亿，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西进大陆的时候是认赔了71亿。面对现在呢？这个林议员的强大的动作，花莲县府也发出了声明表示，亚宁呢如果停止采矿的话，可能会冲击中下游300多家厂商，还有上千家庭的生计，因此他们强调应该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去认真的去观察台湾。知名导演齐柏林公开台湾美景，令人惊艳。但太鲁阁国家公园绿油油一片，却被硬生生开了一个大洞。环保署长李应元新官上任，针对采矿行为隔空开出第一枪，绝对禁止，完全反对。我们社会是不是接受我这样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发声。亚宁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采矿权明年即将到期，林议员希望未来能全面禁止国家公园开发，但消息一出引发反弹。花莲县长傅昆萁透过县府发出声明表示，水泥业者、员工和中下游300多家厂商，恐怕将有上千家庭生计受到冲击。当然是会担心，会担心哈。对啊，不知道该怎么。对，还是会怕，还是会怕的。花莲工作机会本来就不多，那现在。他如果关厂的话，会真的会对我们的生计造成很大的影响。员工忧心，亚宁如果停止开采，新政府对于后续辅导和转业方案应该说清楚、讲明白，提出具体配套。而环保团体也有话说：政策的宣示上面，这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更期待是它不要只是沦为作秀。水泥业是花莲当地重要的基础工业，亚宁强调，针对李应元谈话，将会深入了解，并会与相关单位再做沟通。只是居民生计和保护环境之间要如何权衡，是现在新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记者洪本翘。花莲报道。大家头先叫睇嗰条片啦，主要就话当地人，佢系本身系太鲁阁族又好，花莲其他啲原住民都好，或者啲台湾人都好，点样去对待呢个采矿专营嘅问题咧？系要钱啦，要个环保啊。要保持嗰個傳統嘅園林啊，係要只有佢死，又係我死，佢死好啲園林冇咗，但係我只要我個袋又大把錢，淨係去平衡翻呢個大自然咧，呢個要大家可以認真地考慮呢個問題。但係頭先嗰段片上邊好似係講，其實佢哋呢間水泥公司佢哋都要提供咗好多就業嘅機會俾人。講咯，成問題話係。是真的可能真的這些公司真的提供了當地很多 的職業，令到人有生計，但問題是那整個太魯閣國家公園四周圍，當然他就說現在有些就不在個公園範圍之內，但是整個中央山脈四周圍那個保育，咁邊個嚟搞咧？
嚇，而家睇下呢啲啊，睇啊，繼續我哋睇咗啲圖咧。你睇，其實已經係呢啲咁嘅開礦咧，已經坐咗40年嘅啊，開到不斷咁樣攞台灣嘅人，即係水泥，分分鐘唔係自己台灣人用嘅，佢銷去外國。簡單嚟講，佢當地啲人就賣咗成個台灣咯。如果真係嚴重啲咁樣講，再用啲自然資源咯。係啦，你睇下，其實有時再睇翻，再同啲綠色同埋呢啲咁嘅環境，啲礦場開礦，大家記住一樣嘢喎。呢個地方你不斷咁破壞咧，隨著花蓮多地震咁啊，睇下記唔記得個地形問題啦、地震問題啦，分鐘會唔會？受自己受害的人是自己本身當地的人承受回呢、是不是你看是破壞生態的就、好地地一座山跟是啊沒錯了出現了一個洞這樣隨著時間、地震、風災、那麼漂亮的中央山脈整個台灣最大一個山，咁冇辦法啊嘛！你淨係靠呢個旅遊業唔足夠支撐當地嗰啲人嘅生計啊嘛！我唔係話唔要經濟，所以話即係當地啲人嗱，當地啲人點樣去平衡翻咧？係啦，但係好似呢啲公司廿年專營又廿年，而家如果續約又廿年，咁點樣面對？即就算佢唔續約嘅話，應該都有第二間公司再去。呢家係死剩種嚟㗎啦！依家亞洲水泥，其他啲冇咗㗎啦。而家剩翻呢間大公司，呢間唯一嘅根據我去搜查咧，其實喺成個國家公園入邊咧，本來沙頭上有四五間嗰啲採礦公司啊、水泥公司，今時今日可以做呢個專營權嘅獨一無二，剩緊呢個大户。台灣好幾有米嘅呢間亞洲水泥，得呢間嚇。本來之前咧啲台灣人花蓮太魯閣嗰啲人以為新政府上場有機會今年到期呢個專營權咧應該唔俾佢續，但係唔知點解無釐頭，原來喺舊年12月。2016年嘅12月，佢已經偷步，唔知邊個啱定唔啱啦。據我所知，已經係偷步，已經俾佢簽咗，即係話嚟緊亞洲水泥會嚟緊20年係攞正牌，依然繼續喺呢個咁完美嘅山脈、咁完美嘅國家公園，依然喺度進行採礦。20年、40年，嚟緊多20年。好難講20年之後，我哋呢個國家公園變成點呵？無論點都好啦，希望台灣人、台灣政府，我哋一個外來嘅人啦，咁啊睇，希望可以平衡得好啲咯。有啲能人啊，有啲智者啊，真係去做啲可以真正去保育呢個大自然。令到我哋中意去睇啲比較地道啲啊，大自然嘅人咧，可以保留。你睇下後邊幾靚，真係好似仙境咁。係咪先？台灣、花蓮、台東，我哋哎呀去咗5日，雖然走馬看燈，但係無論我去呢5日又好，好多朋友去完一次又一次翻嚟同我哋講到話。如果整個台灣，他最想去的就是台東、花蓮，沒錯啦。我上次去完，我都是對這兩個地方印象最深刻，以及最想再去。除了這兩個地方，原住民比較多之外，保留傳統的文化，整個大自然，它開發，因為天時地利很多因素問題，它相對它開發是比較慢的。希望花蓮、台東繼續可以跟這個經濟又好什麼都好平衡到啦，好不好？休息一陣，轉頭繼續。
经错过我哋精彩嘅节目，而家上嚟呢个网址就可以订阅晒我哋八大频道。付费之后仲可以重温晒所有精彩嘅节目。记得要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赞好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啊！